主料板栗400克，辅料油、白砂糖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板栗冲洗浸泡半小时，划开板栗的皮，切十字刀，装在容器里，微波炉5分钟，有些板栗开始张口了，加几滴油，不要多，加糖拌匀，微波炉3分钟，开口笑。烹饪技巧一：板栗本身就有甜味，糖也可以不加，二一定要划破板栗的里面那层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